这个东西，就这东西一定有吸引之处。就是一棵树吧？对，就是一棵树。一个盆栽啊？一个盆栽，对。那怎么吃的啦？吃树吗？树不能吃，只有吸。要吃这个香的。哦，它下面是这个的。这应该是提拉米苏吧？对。嗯，来，你吃一口看看，感想如何？啊，是布丁哦，哇，还不错哎，还不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因为我刚刚吃那个一盘很辣的，然后吃这刚刚好，非常的刚好。那你觉得回去要缓运动再吗？缓运动再，嗯，再说吧。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有够累的。然后我今天刚刚从潜水完，然后洗完衣服什么的，晾完衣服，然后想说很开心要看今天去潜水的影片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就非常不爽，因为 GoPro 有问题，因为我开机它是会，可是它一点都没有存进去，所以我只可能我觉得最漂亮的那个点。只能留在你的脑海里。心情不是很好，然后呢，这验证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水印啊，真的很不能不信邪。也不能说我不信他或什么，只是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觉得很可惜。就是我明明就看那个，就是我是他明明是红色有在录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。我觉得下次还会再来这里潜水，因为这里的潜点真的很棒。好，继续吃盆栽。